9月24号上午，杨洋在微博抛出了自己与黄晓明、井柏然、TFBOYS 的自拍照，并俏皮地说手动点赞。原来是在昨晚的慈善晚会中几个人的自拍照，照片中杨洋和黄晓明两人都竖起了大拇指，示意很赞。杨明明和井宝兄弟二人不仅谈动作，连表情神态都十分相似。不少网友称，果然是睡同一张床的人，连样子都越来越像了。这是地主家的两个傻儿子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像的。一直被称作撞脸兄弟的杨洋、王源，也因昨天的慈善晚会历史性的会晤，两人简直是亲兄弟的即视感啊！四人开心比剪刀手合影，气氛十分融洽。不少网友看到此照片纷纷感叹：“你和乃源是亲兄弟吗？”杨洋终于见到了自己异父异母的兄弟了。某个老新闻，这是满屏的颜值啊！报道。